倒在人行道，车壳零件散满地，骑士被好心路人扶起。今天早上11点，市民大道三段发生车祸，一台 BMW 撞飞机车，驾驶表情凝重，狂打电话。诶，他有点眼熟，这不是前长荣航空董事长、星宇航空创办人张国伟吗？我就从市民大道嘛，就往台北车站方向嘛。台北方向，然后他是从那他从回转道回转道穿出来，出来对，无预警就穿出来，然后刹车不及啦。不过还好啦，因为市民大道车速很慢呐，是是是，所以没有造成什么问题。但人没有受伤，人没受伤吗？对，人没有受伤。有点擦伤而已，好好，还好。张国伟说，早上带小孩去上课，和突然冲出来的骑士发生擦撞，车头毁损，水箱破裂，但幸好人都没事。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厘清肇事责任归属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百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